们很容易啊，就是一年买一栋房子，赚的钱多嘛，月入万金，那有时候一天晚上生意就10000多美金那个时候。应该是更快乐，应该是更开心，但是相反的非常的空虚，而且人会活在一种惧怕的里面，忧愁的里面，对于未来你没有盼望了。我的女儿发现了她的父亲的口袋里面掉下了一个毒品，在那个时候就让我知道她已经染上了cocaine这个很深的这个毒品的习惯。民以食为天，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餐厅，让每一间餐厅都成为福音流动之地是林慧中的使命。林慧中她曾经是天天满座的餐厅老板娘，当她日进斗金，纵情宴乐，每天晚上可以狂饮豪赌的时候，内心却产生了一种巨大的焦虑和虚空，甚至厌恶生命到想要走上绝路。她是如何走出内心的困惑和不安？今天遇见你，今天遇见世界餐服志工联会总干事林慧中。慧中姐好，这一切的故事哦，要从你从台湾到美国开始讲起哦。其实你家有7个小孩嘛，然后你又在美国的银行上班，其实那个时候的你呢，家里也很热闹，同事也很开心，对不对？已经是非常满足的生活，为什么会到美国来？哦，70年代每一个我们读完大学了，总是想要留学读更高的学位，要有开放的世界，所以也是那个时候70年代的风气，但是就是很想到国外去学习更多的知识，见见更大的世界吧。所以后来呢，你是在美国碰到你先生的，他来台湾玩，那我的爸爸要我帮这个相亲介绍个女朋友，所以我就带着他介绍女朋友给他，就这样认识了。后来来了美国，他就穷追不舍，后来你们算是很快就结婚了。是的，书也没有念啊，没念了。糊涂了，就女人发昏了。后来你来美国，两个人一起开展餐厅，刚开始到美国适应吗？刚刚开始就是蜜月嘛，对不对？而且很开心。那当时我们交往的时候是一个大家庭的餐馆，第一个是在 Berkeley 伯克莱最有名的一家餐厅叫厚德福，当时呢华人都很知道认识我们这个餐馆，那他们觉得哇，我先生追到一个台湾来的女孩子，那一家人都很开心。其实我公公婆婆是非常高兴我的先生跟我交往朋友，所以慢慢的我们很快的就在圣诞节美好的温馨的气氛下就结婚了啊。那结婚之后呢，就面对真正的世界。那我小的时候在家里，我们家里是黑天不能出门，下雨最好不要出去，可是一开了餐馆我好高兴哦，因为下班是晚上10点钟，天都黑了，那我觉得哇，我好像很开心啊，那这个灯火辉煌的，那甚至于下了班之后我们精神亢进啊，还跑出去酒吧喝酒啊，去玩啊，带着伙计啊。慢慢的呢，我们就在 Warner Creek 开了我们更大的一间餐厅，那这间餐厅是更大，所以慢慢的礼拜天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教会，那餐厅生意很忙嘛，那礼拜天中午客人也很多啦，那又请不到人的员工，其实我自己也不想去教会了，那就把原来就是小的时候的生活完全是一个巨大的改变。我们在 Warner Creek 是1982年开的，那个时候呢，我们那间是比较大的，是有可以有6000尺，可以坐250个人。我们有时候常常开这个大的 banquet 啦、wedding 啊，那停车位置就有200多个停车位置，那远近驰名。早期中国餐馆不多嘛，那我们算是北方餐馆里面蛮有名的，那么所以社会名流啦，比方说各种选举啊都来我们这儿，重要啊，明星啊，那年纪轻也很喜欢这些活动，觉得非常的新鲜啊。那我们比方有做那种 golf tournament 啊，大型的活动啦，还有说有很多的酒客，他们即使花很多的钱也愿意来凑这个热闹。那 Warner Creek 是一个运动很
重视的一个地方，所以有各种不同的运动啊，都是在我们那边来招聚啊，所以就很有名，还有工会啦、商会啦，Realtor 的商会也在我们那儿，因为地方比较大嘛，啊，那 parking 又很容易，所以就当时的环境是比较远近驰名吧，嗯哼，所以你那个时候的生活开始变得忙碌，然后晚归，然后晚上也要喝一点。哦，当然，那年纪很轻啊，其实我的家族就有这个喝酒的习惯，那我也跟着，那我们酒吧很大，我们酒吧是当年是算是一个最大的酒吧，我们开始的时候用的这个送酒小姐都用了十多个人啊，还有请外国的经理、副经理、采买啊，就看起来是中国餐馆里面比较规模大一点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是非常的，这个压力就很大了啊。那么身体就出现问题，我那时候也年纪轻嘛，所以就开始头昏啊，甚至于很烦躁。这个因为你餐馆生意很忙，所以你晚上回去很晚，那孩子也就睡了，那早上又要很早起来送孩子，那所以我的精神体力压力不断的那人员特别是餐厅人这个员工的不稳定啊，来来去去啊，今天洗碗的不来了，你要上去洗碗啊，明天这个采买的生病了，你要去来照顾啊，我们也就是从家族开始，所以呢并不是一个很会管理的大型事业的人，那突然之间变成这么大之后，其实对我跟我先生两个人来讲都已经超出我们的负荷，那很多开餐馆的人就在这个时候夫妻之间就出问题，孩子没有时间照顾，孩子也这个出问题，孩子也是变成不听话，本来都是很乖的孩子就变成孩子也不听话了，那么再加上你这个钱进来的多，所以对我们来讲在管理上面呢，我们可以说是有很多的这个措施啊。那我觉得尤其餐饮业那时间特别的长，对，特别的长，早上我们要去采买，到了晚上我先生甚至12点钟才回家，那么孩子根本无法连一个月都见不到一次面啊，然后早上孩子去上了学，甚至有时候一个礼拜都没看到他的父亲，那对我来讲都是精疲力竭的时候去接接送送孩子，那现在的孩子还有爸爸陪着去打球陪着去游泳，我们那个时候完全就是哇，请 carpool 啦，请帮忙啦但是这个时候对孩子的心态有非常非常大的损失，特别我觉得让孩子们感到一种孤单感，同时对你孩子感觉说我母亲我父亲他们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为了生意，我不重要，这个对孩子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对，给他们很好的物质环境，你自己也享受了很好的物质环境，但是你就慢慢发现不太对劲了是吗？因为我们在做生意当中也有很多的生意的我说难听点就一些诡诈啊，还有一些生意的方式其实是违反了我从小长大的一个环境，在教会里面长大的环境完全是不同的方式来做人，那我就觉得非常的挣扎产生了很多内心的那种苦走不出来，我人生的方向找不到方向，也没有办法寻找一个好像长辈来教导那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最难过的事情是好像是心里面完全没有盼望没有希望几乎是活在一种忧郁挣扎的里面一般人应该很难了解，因为在物质生活上你过得很好对吧？是，那我们很容易啊，就是一年买一栋房子一年买一栋房子对啊，因为赚的钱多嘛，那房子也便宜，加州房子很便宜，3-5万，那我们小费啊还有这个生活的经济就月入万金，那有时候一天晚上生意就10000多美金，那个时候对不对，那是差不多是这个1980年代了那你就会心里想怎么样用这些钱怎么样来处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原来的美国梦，以为我生活环境好了物质条件高了应该是更快乐应该是更开心，
但是相反的灵里面就会非常的空虚。那个时候是不是会有很多身不由己的应酬？因为有很多客人嘛，你叫了很多的有头有脸的朋友嘛，邀约你们也是要在这种被吹捧、被赞美啊，互相烘托的环境里面，你因为要做生意嘛，是，就是为了赚钱，那客人就是我们的老板呀，所以客人的要求，我们都要尽量的去满足他们。那当然有一些活动啊、社交的、虽然我并不是那么愿意去，可是都是要应付这些客人，其实是里面不是那么喜欢，而且已经非常的劳累。那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每一个人餐馆下班以后，其实虽然劳累，可是精神非常亢进。那就变成所有的店都关了，那我们被请去的这些 party 啦，或者这些活动聚集啦，多数都是跟酒、毒品，还有这些各种不好的环境跟习惯的这些人，都是在夜间更加的亢进。所以我们常常会被邀请到另外一个酒吧或者是餐厅去参加他们的活动，这个时候我先生就会接触到一些不良的习惯。什么时候你开始觉得你自己有点无法承受了？是的，几年以后我的身心灵都相当的疲惫，而且里面有深深的责备。最大的就是我感觉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是处于一种金钱的交易，是一种交易型的友谊。那这个时候对我来讲是很空虚的。我觉得人跟人之间是用真诚来交往，可是当我们在那个情况之下是出于一种不得已，是一种交换条件的一种友谊，所以心里特别特别的空虚，而且对于未来完全没有盼望，不晓得明天。甚至于在我们赚钱最多的时候，我们好像外面的朋友很多的时候，别人对我们的吹捧很大的时候，我感觉到非常的孤单，我觉得感觉到非常的无助，而且感觉到的里面是很多的忧虑。这个时候我就真正是知道我找不到真正的快乐。在你寻找人生价值的同时，父亲生病了哦。对，所以你回到台湾一趟。是，那我不得已啦，因为其实生意很忙，那照理说是走不开的，可是我父亲生病，我们就回去。当我回去的时候， 我父亲住在荣民总医院，我一进去的时候我就看到我的姐姐。那我的姐姐从小在人看来啊，好像没有我幸运，我很幸运的到了美国读书，我的学位比她高哦，我结婚了，我的孩子人家看来幸福美满，有儿有女哦，住的是豪宅，开的是豪车哦，那么照理说我应该吧，照理说我应该比她更快乐。可是我姐姐看起来世上一无所有，她没有结婚，没有儿女，也没有赚很多的钱，做一个忠忠实实的小老师，小学老师。可是在他的表情，跟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突然找回了我童年的那种充实感。我看见他的喜乐，他的快乐，他的满足，是我已经完全失去的。我讲的话他听不进去，他讲的话我听不进去，我们两个完全走在不同的 channel 里面，连对话都没有办法对话，我们的感情已经破裂了，好像一个苹果只有外表了，皮还在，可是里面已经烂了，只是维持着一个表面的一个婚姻。感恩节的那一天，我的女儿大哭，她说，妈妈，你都没有管我们的家，你把你的爱都去给了别人。你在某一个夜里面出了一件事情，是你真的 你会想要不想活了。是，是真的。我觉得当一个人心这个心里完全好像没有生气的时候，我真的不想过明天，我每一天都不想张开眼睛来面对第二天。我觉得今天过完就算了吧，明天是没有盼望的。所以我很想，其实那天晚上我餐馆生意很好，非常的忙，
我回到家，那我就拖了一个垫子，嗯，在我的家的这个客厅，我就把垫子摆下来，我就躺在那个垫子上面，我觉得心里特别的感觉到自己好像是一块破布一样，毫无价值，毫无生机，毫无活下去的那种盼望。所以我觉得有什么方法我可以结束我的生命，可是在那个时候呢，我就对着天有一个呼求，我说上帝啊，如果你是真的神，假如你是一个真的神，你现在已经会看到我内心的那种痛苦跟无奈跟挫折感，如果你是真神，那你是神嘛，你无所不知嘛，对不对？而且你是创造宇宙万有嘛，这是我们从小的教导，那上帝是无所不知的，那我在这边这么痛苦，你应该知道吧。我就有点挑战他了，我说你是真的神吗？你知不知道我多苦啊？就在这个时候，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发生了。我其实是躺在那个垫子上面啊，那是客厅啊，那我就看见好像我的脑壳这里这个壳打开了，好像我的两个这个脑壳的骨头打开了，然后呢我就看到前面就有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呢，而且底下是很多的火在十字架那边烧，我非常非常惊讶，我说哇哦，怎么我刚才的想法出现了一个答案，看到一个十字架，我就开始流泪了。我已经很久没有流眼泪了，我没有什么东西让我感动，我觉得一个人很可怜的就是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感动。哇，我就很感动，我很感谢，哇，我觉得好兴奋呢，怎么上帝你知道你是真的啊？就一个十字架，然后有火，这个时候就有一首诗歌进来，叫做耶稣是谷中的百合花，是沙伦的玫瑰花，我觉得是一群的天使的诗歌在那里荡漾在我的这个脑子前面，那个诗歌美得不得了，哇，我说百合花，沙伦的玫瑰花，我就兴奋的开心的不得了，那个经验我真的永远不会忘记。然后在那个客厅里面，你有什么样的话语或是什么样的意念跑出来吗？我就说上帝啊，真的很对不起你，我觉得我的神是真的神，我在这里你还真的是认识我，我以前觉得耶稣是在台湾，这个时候我觉得耶稣来我那愧了啊，我觉得我待下来了，我以前觉得美国我一直待不下美国，我觉得美国我待不进来，我觉得台湾才是我的家，可是一旦有了耶稣进来了我那愧，我觉得我心就沉下来了，我就觉得很抱歉，而且从小呢都是去教会有奉献啊，我觉得我这么久都没有去教会，我现在赚这么多钱我都没有对上帝有一点点的回报，我对我自己非常的失望，所以我就准备了一些，就到了那一个礼拜的礼拜天，我就到了教会去，在康郡福音教会一进去的时候我就遇见了薛妈妈，我说薛妈妈耶稣来找我啊，哇，我好兴奋呢，薛妈妈被我吓住了，也愣住了，以为我大概不知道是什么事情，没想到原来是荣源奇牧师在礼拜六开了一个会，要建立一个叫做百合花园。那后来你在教会做了些什么呢？慢慢的我就回到教会，我也参与一些服事啦，可是我就会有一个感受，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多数都是比较是在这个合场里面是一种办公室形式的生活，而我每天所接触的真实的人，比方说我们说赌钱啦，喝酒啦，抽烟啦，等等等等，所以完全是不同的世界。那我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不能够做两种不同的人，我觉得是对不起我自己。我可以去教会做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很进程的去教会，可是我的生活每天面临的人，他们从来没有机会接触
福音。嗯嗯，哇，所以有一年你办了一个感恩节的百人郊游嘛，哦，就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旅行，让大家可以稍微放松、释放压力，也能够来认识一个互相建立关系的美好，然后进而认识上帝。可是那一次怎么了？怎么会引发家庭一个很大的冲突啊？是的，在这个之前的几天，就是我们感恩节，我们带了四个大的车，因为餐厅人只有感恩节休息，那么我带他们去可以出去大自然可以游玩。可是在这前几天，我的女儿在小学里面教书，在教书的时候就期望她的父亲，就是我的先生，可以去到她的这个学校教她做火鸡。那我先生会做一些火鸡餐，但是没想到就在做完火鸡的时候，我的女儿发现了她的父亲的口袋里面掉下了一个毒品，所以我的女儿跟儿子回来想来帮助她的爸爸。这个时候我的孩子对我是非常有怨言的，因为说你看妈妈你这么忙，你的时间都花给了别人需要的人，你看我们自己家人你却没有尽上一份责任，你没有时间去对着爸爸，没有时间来对着孩子。其实那个时候我孩子都已经做事了，他们很大了，这个时候就家庭里面产生了更多的冲突。就是在那个感恩节的那一天，我的女儿大哭，她说妈妈你都没有管我们的家，你把你的爱都去给了别人。哇，可是你又能怎么办呢？其实那个时候才知道先生吸毒，对吧？对，你一直不知道多少年呢？大概有十多年的时间到二十年时间。我只是觉得我的先生生活有点怪异，常常夜不归，常常做些事情，还有在金钱的处理啊，很多在经营的处理当中有一些怪异的行为，可是他把他隐藏得很厉害，他当然也不想让我知道，所以他吸这个 cocaine 的时候呢，是背着我，躲起来来吸 cocaine， 只是我觉得他有一点怪异，所以我非常担心他可能是脑筋有退化了，所以我曾经带我的先生去到医院，甚至做 scan。来查，但是医生说完全没有问题，完全是正常的，所以我也不明白，我以为是老年退化吧，就是记性啊，说话啦会大舌头，记性会失忆，做很多事情非常的怪异，夜不归等等。那但是在那个时候就让我知道了真正的原因，因为他已经染上了 cocaine。这个很深的这个毒品的习惯，你会很想离婚或是很崩溃吗？哦，当然了，几乎是完全崩溃的。那我就在想，我要离开他，这是我的周遭的朋友给我的建议。他说，哦 ，kick him out 啊，就是完全这个先生是，完全是背叛你的，你被骗了，再加上。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出来做一点房地产的生意，因为我孩子在读书，我需要经济上支持。那我的先生餐馆已经不赚钱了，因为已经生意大幅的下跌嘛，那很多人就会劝我分开。那我也考虑过，对。那你后来怎么决定？眼前的路。首先，我觉得我非常感谢我的母亲，我的母亲从来没有看不起我的先生，即使他在毒品中生意。非常的衰退，所以我的母亲一直不断地来为我的先生祷告，我的家人，我的姐姐，他们都是真的是用了极大的爱来为他祷告。那第二个呢，就是有一天上帝让我看到一幅图画，就是在马太福音就是讲了一个家主他有人家欠了他10万两银子，他就一直求这个家主请他免，这个家主就动了慈心，就说好吧好吧，我就免了你吧。可是等到他一转头回来，看到一个人欠他5块钱，5个银子，他就抓着他的衣领，搂着他的喉咙，说：“你赶快还钱！”我突然发现，我就是那样的人。我的嫉妒、我的纷争、我的苦读、我的骄傲、我的贪心，上帝都赦免了我，都不跟我计较了。
可是我回头却真的好像是抓着我先生的那个衣领不放，他对不起我的事情，我觉得我就是那个人。那但是后面结果那个家主发现了，甚至于叫他赔偿，还把他送了监。我说哦，这不是开玩笑的，因为神赦免了我，那我若是不赦免了他，那神也要来对我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还是改了吧。我不能拉了他的笼说我不赦免你。我觉得这个故事好像就呈现在我的眼前，这个有一天见上帝，上帝也要审问我，所以我想我就放下吧。那我的放下其实不容易，对，因为我觉得你要原谅你的先生其实是蛮难的一件事情，因为那时候家计又是你扛，然后孩子也是你照顾，然后想要做对的事情也是你，但是他对你的反应就一直是这种拒绝嘛。是的是的，他也很愿意放弃这个婚姻的，他你说了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但是我觉得这个神的灵在我的心里有很深的责备，所以我就常常我跟一些姐妹们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是交给上帝，让上帝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说放下，第一我不主动离婚了，好不好？第二呢，我也不主动分开，所以我就是等待，交给由神他来决定，那神怎么带领我就怎么走。但是没有想到真的是上帝的决定，神的安排。我的先生其实现在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们一个非常幸福美满的家，我们彼此帮助，而且我们一起有一个共同的意向，我们真的是想帮助我们这个行业，我们像我们以前一样迷惘在这个生活压力、金钱的捆绑，甚至于我们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有很多黑暗的诠释，这个偶像的敬拜、毒品、赌博、淫乱，各式各样的我也希望不要得罪餐饮业的朋友，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但是有很多这样的人。所以上帝给我跟我的先生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人生的很清楚的目标，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去帮助我们的同行，然后在餐饮业里面能够让更多的人遇见这位这样爱我们的上帝。哇，那最后刘哥是怎么抉择的呢？我们看下一集。这个人一吸了毒，吸毒不能说人家说哎呀吸了毒会败家，你根本连自己你都不管，就是没有志气。你今天说我明天开始我要重新做人，一会儿你就根本就不去想。我看我女儿那个时候，她烦恼我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个永远是记在我脑子里。那爸爸你为什么这个样？她说你晓得我做什么呢？我那个时候真是伤大心了，而且一分钟都不想留在这个时候。他的一进房间，我嚎啕大哭，我那还趴那个，这个他后来就一搂搂着我，就说：“他刘弟兄，欢迎你进入我们这个爱的大家庭。”